巍巍嵩山，五岔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。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。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传归一。少林清风剑分解动作，预备式：两脚并步而立，挺胸抬头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预备式：起势，
向左转身45度，右手下垂于右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起势。撩剑指抓剑，右手从腰间向上撩起，向左摆，放在左腰间抓剑，目视左手。请看侧面，撩剑指抓剑。撩剑花，右手拿剑向上撩，剑尖从外向内打花，举到头顶，落下放在左腰旁，两腿并步半蹲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撩剑花。扫剑穿剑，退右步，剑从左向右平扫一圈，挺胯，身体向后仰，剑从左侧向右侧穿出，呈右弓步，两手与肩平，两肘向上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扫剑穿剑。转身立剑，上左脚与右脚并拢，向右转身180度，剑打外花，向上撩，放在头顶，剑尖向上，左手放在右肩旁，两脚并步站立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转身立剑。撤步劈剑，退左步，右手从右侧画圈，从头顶劈下，左手从胸前向下拉，左腿弯曲站立，右腿伸直，脚尖点地，右手在前略低于肩，左手在后略低于肩。请看侧面，撤步劈剑。转身云剑，身体右转90度，右手平云剑花360度，左手放在右肩旁，右腿弯曲90度，左腿伸直，左脚内扣，呈右弓步。请看侧面，转身云剑。劈剑，
身体向左转45度，剑向右上方劈出，力达剑尖，左手从右肩向左摆出，略低于肩，目视左方45度。请看侧面劈剑。转身撩剑，身体向左转90度，右手从右下向左上撩，左手从左下向右上撩，右手在前，左手在后，两手与肩平行，左腿在前，右腿在后，左腿伸直站立，右脚脚尖点地。请看侧面转身撩剑。蹲步收剑，上右步，上左步，两脚并拢向下蹲，与大腿平，右手打外花收于腰间，左手从后向前撩，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蹲步收剑。插步刺剑，剑从腰间刺出，力达剑尖与肩平，左手向回拉，经左腰向后刺，力达指尖，左腿伸直，脚跟着地，右腿伸直，脚尖点地，目视剑尖方向。请看侧面插步刺剑。云剑跪步，身体右转180度，剑从左向右平扫一圈，左手放于右肩旁，剑打内花外花，双手抓剑放于右腰，剑尖向前方，左腿弯曲90度，右腿弯曲90度，双腿膝盖着地，左脚尖点地。请看侧面云剑跪步，左云剑跪步，身体左转180度，剑从右腰向头顶云剑落到左腰，剑尖向前，左腿弯曲90度，右腿弯曲，膝盖着地，脚尖点地。请看侧面左云剑跪步。提膝扫剑，剑从左腰间向身体右侧45度平扫，同时提起右膝，目视剑尖。
请看侧面，提漆扫件。上步撩剑，落右腿，剑从右侧由上向下撩起，上左步，剑从左侧由上向下撩起，反复五次。第六次，剑从左侧撩起到头顶，砍向左肩，左腿脚尖向前点出，右腿弯曲站立，呈高虚步，头和上身向后仰45度。请看侧面，上步撩剑。翻身剑花，向右转身180度，身体向后仰，重心放在左腿上，同时剑在胸前打外花，向后拉，放于右耳旁，左手从下向上撩起，与肩平，左腿弯曲站立，右腿脚尖点地，呈高虚步。请看侧面翻身剑花，上步穿剑，上左步剑从耳旁穿出，左手向后拉，上右步剑从前向后平扫剑花一圈，剑尖向后，左手从后向前拉与肩平，左腿弯曲站立，右腿伸直，脚尖点地，呈高虚步。请看侧面上步穿剑。转身刺剑，剑从后向前经腰刺出，与肩平目视剑尖，左手从前向后经腰拉出与剑平，身体向左转身180度刺剑，提左膝，左手放在右肩旁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转身刺剑。
上步旋风脚，身体向左转身180度，同时落左腿上右腿，要起打旋风脚，落地左转360度，剑打外踝放于胸前，左手放在右手上，左腿在前弯曲站立，右腿弯曲脚尖点地，呈高楔步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上步旋风脚。进攻式刺剑，剑向前刺，左手向后插剑指，左手略高过右手，同时上右步跟左步，右腿弯曲站立，左腿弯曲脚尖点地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进攻式刺剑。转身背剑，上右步，同时剑向上撩到头顶，向下落，经过左肩，向下撩到头顶，上左步与右步并拢，向右转身180度，剑向下打外踝，放在后腰上，左手放在右肩旁。请看侧面转身背剑，退步云花，退右步，退左步，同时左手向后摆高过肩，右手从腰间向上反云剑花落在腹前，右腿弯曲90度，左腿伸直，脚掌内扣，呈右弓步目视右手。请看侧面退步云花。插步绷剑，两手同时向上撩起，剑打内花外花，身体向左转半圈，左脚向前跳，右脚向后跳，呈插步，剑向右绷出，力达剑尖，左手放在右肩旁。请看侧面插步绷剑。上步脚剑，剑从右向左画圈360度，反复3次，上右步跟左步呈骑龙步，剑略低于肩，左手与肩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上步脚剑。跳步点剑，
两手收于右腰间，剑向前刺出，左手向后插剑指，同时提右膝左膝，剑打内花外花，向前点，力达剑尖，剑从右向左匀，左腿弯曲90度，右腿伸直，脚掌内扣，呈弓步，剑尖向右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跳步点剑，叉步云剑。左腿向右后方点地成叉步，剑从下向头顶平匀一圈，左手放在右肩旁，剑尖向左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叉步云剑。要起转身刺剑，向左转360度，右腿向左摆提膝，左腿向右摆提膝，要起剑面贴小腹向左刺出，略低于肩，左手剑指插出，略高于肩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要起转身刺剑，跳步点剑，上左步上右步，同时剑打内花外花，提左膝，左腿向前跳半步，右手点剑略低于肩，左手从右肩向左插剑指，略高于肩，目视剑尖。请看侧面跳步点剑。上步刺剑，落左脚上右步，上左步，两手收于右腰间，刺出剑与肩平，右手剑指向后插出，略高于肩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上步刺剑。打花提膝，右腿提膝，左手打内花，右手向后收于胸前，左手从后向前收于胸前，剑点向右方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打花提膝。弓步刺剑，右腿向前落，左腿向后退半步，呈弓步，右腿弯曲90度，左腿伸直，左掌脚心内扣，剑向前刺出，略低于肩，
左手剑指向前插出，略高于肩。请看侧面弓步刺剑。转身云剑，剑打内花外花，右脚向后退，与左脚并拢，剑从背后向头顶反云剑花360度，同时向左转身360度，剑高于头，剑尖向右上方45度，左手略低于肩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转身云剑。翻身五花，向右上步，同时剑打内花外花，提左旗，右转身180度，向右转身，剑打内花外花，向左翻腰，剑打外花，剑扛在右肩上，向左转身180度，剑打内花，上右步，右腿伸直，左脚脚尖点地，剑向斜上方刺，力达剑尖，左手略低于肩，在身体左上方约45度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翻身五花。上步礼合，弓步刺剑，左腿从左向右画弧形，左手从左向右摆放在左肩旁，向左上左步，右腿从外向上摆，经过脸前，左手及右脚脚掌，右脚向下落，转身360度，剑在胯间，从右向左画360度，向上经过脸前，从右向左画360度，剑在胯间，从右向左画360度，向上经过脸前，从右向左画360度，剑在右手和左手腰间，向右撤，右步变马步，剑向身体左斜方45度刺出，左手弯曲与肩平行，目视剑尖方向。请看侧面上步礼合，弓步刺剑。请看侧面收势